天王罗志祥和天后萧亚轩可是台湾金牌大风的摇钱树，两人与老东家即将约满，这之后两人究竟花落谁家呢？近日两人的经纪人萧成静接受采访透露，两人将很有可能在八月双双投入索尼怀抱，外传签约金额可是有八位数，并且还只是单张专辑的合作方式。